举起沾满鲜血的佩刀，呼叫战神三声，宗族勇士缓缓向神树靠近，将刀尖猪血擦拭在神树树干上，进行献祭仪，接着开始修整神树。宗族达邦社 Mayasvi 2月15号在达邦祭仪会场举行。宗族达邦社文化发展协会表示，由于库巴聚会所才刚整修完成，因此提前在2月15号举行 Mayasvi， 并鼓励部落青年返乡学习宗族传统文化。这个 Mayasvi 也是为了传承，我们宗族的传承，让年轻人能够懂得以前我们古老的文化，还有编织这个库巴的那个技术，这个都要让年轻人学习我们宗族的传统。今年也有不少在外地求学工作的青年特地返乡参加，希望完整保存记忆文化。长辈他们也会，就是男青年就渐渐的老嘛，然后我们就是要年轻一点的，就是要懂得要去学习，然后去传承这些文化跟技术，而我们就是要配合现在的社会。然后三不五时就是要下山，回来到山上，然后参加这些文化，我们就是要努力学习。宗族举行 Mayasvi 过去主要是向战神献祭与祈求平安，但由于社会变迁， Mayasvi 面临观光化挑战，但近年透过族人积极复振，凝聚向心力，希望宗族传统精神能够流传后代子孙。记者吴曼、徐嘉荣、嘉义阿里山采访报道。